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部蒙古历史电影《阿尔巴特》。阿尔巴特又名成吉思汗，石勇士传奇。阿尔巴特蒙古语意为石户，石户是古代蒙古社会推行的一种具有军民双重性质的实禁制社会管理制度，也是蒙古军内中最小的组织机构。13世纪的蒙古高原战乱不断，为统一蒙古各部落，成吉思汗常年征战。一次在经历了惨烈的战役之后，可怕的瘟疫迅速蔓延，于是成吉思汗下令一支阿尔巴特去寻找居住在深山的神医药师。首领石户长查克尔率领的队伍里有两个年长的老者，一个少年，两个青年，四个中年战士。这十个人组成了一个富有经验、可独立作战的机动且具有进攻性的作战单位。在电影情节慢慢展开的画面中，每个人的个性逐渐鲜明起来。阿尔巴特进入奎迪地狱之后，在一处被劫掠的蒙古包废墟中，海赫尔发现一个婴儿。夜晚帮助到苏勒比克总想先吃多吃些食物，而布赫腾格里却总是很公正的拒绝。首领食物长查克尔把阿海放了炭的汤匙递给纳钦，这种分配权的游牧特色，年老者不受约束。当海赫尔抱回孩子时，布赫腾格里责怪为何不与大家商量，最后却与众人的期望中接下了这个差事。虽然他抱怨大家总让他干女人干的活，这个孩子是他们的敌人的儿子，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这个部落的首领摸着灯灭了的炭还热乎着，认定他们肯定走不远。石户长带领大家已经来到神医的家乡，神医的孙女依偎在爷爷怀里。今年风调雨顺，药草长得非常旺盛。石户长一行人觉得被人跟踪了，他们意识到肯定是为了这个孩子。布赫腾格里在打水的时候遇到了敌人，他们是虎林部落的溃兵。首领布赫特穆尔被成吉思汗打败后准备西逃，多年的征战让他身患重疾，只有神医才能延续他的生命。布赫腾格里隐藏在水潭里，这才躲过一劫，真是冤家路窄。没想到他们会在这儿遇到呼赫特穆尔，他们怀疑是呼赫特穆尔毁掉了这个孩子的家。石户长决定见机行事，把神医带走。虎林部落的首领已经率先找到了神医，神医奉劝他们还不如遵从长生天的旨意，一统江山不是更好吗？蒙古民族以苍天为永恒最高神，故为长生天。成吉思汗其含义就是赖长生天之力而寒者。虎林部落世代和铁木真家族世代为敌，神医还说道冤家宜解不宜结的道理。石户长一行人为了不给追踪者留下脚印，他们顺着河流一路向前，使尾随的敌人找不到脚印，从而摆脱了尾随的追兵。他们来到了神医的住处，弓箭手席金桑纳在昨天外出打猎时就见到了这个姑娘，也就是神医的孙女。他向爷爷说首领的儿子霍尔和布哈带了一伙人过来了。在这个谈话中，我们得知石户长他们此前的猜测是错误的，他们手中的孩子是虎林部落首领的孙子，这也就表明不是他们所为。儿子向首领报告一只阿尔巴特朝这边来了，还猜测是他们经过他岳父家的时候杀了他老婆，还把他的儿子给掳走了。首领认为他们只有十个人，肯定不是冲着他们来的，可能也是为了神医。首领要带着神医活着去和西夏王联合起来，打算打败铁木真称霸草原。他立即派人在营地周围布哨，弓箭手席金桑纳藏在一棵大树旁。他从神医的孙女口中得知，明天一大早他们就要带着爷爷离开了，在走之前神医会去祭祀山神，这可能是可以营救神医的机会。天语者阿海在少年乌基木的疑问中不断地解读游牧文明的信仰。阿海最怕的不是死亡恐惧，最怕自己生病受伤成为别人的负担。乌基木在放哨时睡着了，他梦见了自己的妈妈在为他送行，突然有人掐住了他的脖子，这个人是伊德尔，提醒他现在背后有追兵不能睡觉，让他振作起精神。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伊德尔安慰他有母亲的人是不会死的。第二天早上，神医准备去祭天神。虎林部落首领为了神医的安全派士兵跟在他的身后，石户长在一个坡前表明来意。神医表示对远近闻名的圣主成吉思汗的忠心日月可见。这时身后一支箭射中了神医，
隐藏在这里的阿尔巴特们冲出来，和敌人开始了第一次的战斗接触。双方弓箭手互射，都是百发百中。年老的纳琴为了神医被偷袭的箭射中，神医深知自己快要不行了，他说出自己最后遗愿，祈求让石护长把自己的孙女救出来。虎林部落的布哈拿到阿尔巴特射的箭矢，送到首领面前，诬陷是他们把神医杀死的。身受重伤的年老者纳琴让战友的儿子伊德尔送他最后一程，没有用刀，没有流血，口含人间最肥美的食物死去。婴儿新生命从始至终在整个影片里预示的希望。食人小队失去了一个战友，抱着孩子的布赫腾格里落下了眼泪，他是遵循古老的习俗离开了他们。石护长答应神医去救他的孙女，对于大家的质疑他表示不能违背承诺。天谕者阿海在队伍内出现一件纷争时，用思乡的歌声化解了大家对立的情绪，缓和了矛盾。于是第二天早晨，这些勇士们决定和石护长出生入死，完成他答应神医的意愿。然而大批的敌人在一处开国地包围了他们，弓箭手西金桑纳首先以弓箭射死了一个敌人，于是双方展开了激战。在波赫腾格里保护孩子战死之时，拼命穿过敌人的马蹄俯身再次救起婴儿。首领儿子的部下布哈想要一箭射死婴儿，波赫腾格里一跃身体挡住了射向婴儿的箭矢。这个婴儿的父亲也受了伤，布哈为了能当上虎林部落的首领，向受伤的部落首领儿子坦言，我计划了一场阴谋，放火烧了你岳父家，杀了你老婆，把你的儿子故意留给敌人，我还射死了神医，让你的父亲老命不保，而你们父子就是我的绊脚石。最终首领儿子死在了布哈手里，随后他向首领报告他的儿子死在了沙场上。老首领认为自己的儿子为了报仇才被敌人所杀，他倒欣赏杀死儿子的布哈是个聪明人。石护长为了完成神医的意愿，他带领剩余的阿尔巴特们袭击了虎林部落的营地。神医的孙女带着部落首领逃走，紧追后面的布哈为了能当上首领，从而杀了这个老首领。他还威胁神医孙女要当他的夫人。这时赶来的弓箭手杀死了两名士兵，还解决了布哈这个阴谋者。神医的孙女这时还认为弓箭手就是杀害自己爷爷的凶手。当他说出如果我是凶手的话还会救你吗，这才消除了神医孙女对他的误会。海赫尔为了救年少的乌基木被敌人用长枪刺死，于是在大雪的河谷岸边，首领石护长查克尔为他的儿子呼唤狼群的到来。在阿尔巴特的传统中，只有真正的英雄才配在死后被狼吃掉。没有完成任务的石护长查克尔主动向千户长请罪，千户长以成吉思汗大扎萨法典，石护长本人以死谢罪，并遣散他的阿尔巴特。神医的孙女，他的爷爷言传身教，把自己的本领都传给了他。他又替爷爷觐见圣主的信心，并请求宽恕查克尔石护长。由于石护长查克尔能主动请罪，就表明了他的忠心和勇气，从而赦免了他。最后那个被救起的婴儿被石护长领养，千户长并以阿尔巴特为这个孩子起了名字。阿尔巴特是由查格德尔导演，由巴森主演的一部电影，于2012年4月12日上映。影片塑造了十位蒙古勇士的形象，虽然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各有缺点，但是对信念的忠诚，对生命的热爱，让他们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突出表现了游牧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恪守信义、崇尚自然的人文主义精神。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你们的点赞与评论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